要几十斤啊？你是来只六只，来只。这一箱只有十二只哎。八只来个千块多啊。一箱只有十二只哦。搁一千块，你是那八只千，八只千多人爱无？上最人要提一半的无？这是这无想要再动的，来有人要提一半的无？来500块多啊。500。一半，阿蛮足贵。有人要来无吼？阿恁真正无遐上好啊！你只要吃，你要来啊！我食啥来？拄啊这啥？拄啊人点这啥？葱抓饼，这葱抓饼啊，内底一包十袋，重量包的两斤外，敢若外口餐车一袋真正的啊！甲你平底锅真正在开偌济？开35，来一包来开偌济？开35，买来紧嘞，100块多啊！这无几包面，搁加介绍来两包。会哦，我会骂人哦，我有骂人哦。来个人啊，你要几包？两包。我没有，不会骂人，我会骂人哦。我上礼拜六就骂人了啊。上礼拜六八卦三我就骂人了，有人进来我都没讲话，我都没讲话。上礼拜六，然后进来就说主播主真的很啰嗦。来这边一包，这边一包无啊哈。来，我就叫他，我就什么怪物，我就叫他去死一死。什么怪人物来？我叫他滚远一点，叫他去死一死。存家我都没跟介绍，我都没讲话，说我太啰嗦，我叫他去看医生，去死一死，去坐轮椅，两包百哦，葱抓饼无啊，今天有什么好鱼哦？来这较好吃，这菜头粿真正足好吃，这有油葱肉末哦，这阮家这菜头粿哦，那个订货没来，我不会骂人。今天有吃木鱼，哇咦！来八块，阿根廷鱿鱼大只的。啊，这几块麦当劳几块，人要来无？阿根廷鱿鱼大只的。超市卖长龙，你卖一包卖百块，卖百六，要来100块都有人爱无？这我来从头介绍者，有人爱，咱买无咱就收下行吼。来100块，黄沙、黄金仓，啊，很老啊的肉鱼，很老啊的肉鱼。然后右边是加州炉，来，加州炉，这是香鱼，加州炉，香，高餐厅专用的哦，这高丽木鱼跟乌鱼，加州炉是木鱼跟乌鱼，还有尾鱼，五六十块啦，尾鱼肚。尾鱼肚，我开2000，我还开偌济？开1500，卖到最后你开1500，1300，来这台什么啊？1200多啊？来这台什么吃？1200多啊？这台香鱼这大台1000块有人啊？还是两个牙签我甲分的？来这台香鱼1000块，阿哥你领呢？阿哥你领呢？来这台香鱼什么啊？1800来得？来这台香鱼这大台800块，800出，阿哥要爱无？700了，来这台这大台箱有700块有人爱无？最后剩无几箱啊，剩两箱尔。来这台总来700块，这台总来700块，这台总来700，啊，箱鱼呢，过来唔知单面。